用力扯下口罩，面目狰狞。这男的刚吸了海洛因，连路都走不稳。啊！干嘛干嘛啦？今天凌晨有对情侣相约旅馆吸毒，就怕出什么事，有人发现了马上报警，好几辆警用机车赶到，停在旅馆外。警员到场要对男女盘查，怎知道男的突然动手反抗想逃，警方祭出辣椒水压制现场，费了好大的劲才坐上警车带回派出所侦讯，马尾女友也被上铐带走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